头发有问题，就像这棵树，防脱洗发液，头发乌黑浓密。国际巨星他一直忙于拍电影，而很少拍广告，尤其是从来没拍过洗发产品。为什么这次会特别接拍的洗发液广告呢？当我第一次知道要拍那个洗头水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，因为我觉得，你不能叫我拍马上拍，第一我要试一下，不然我又不想说你拍一个广告，拍完以后加了很多特技，那个头发动啊很黑很亮很油，结果观众出来一定骂我，我要给观众看到我用完之后是这样子，你们用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友情无界限，好，好朋友。